讲故事呀。乖女儿，不急。等你回到了天宇沙龙宫，又要忙死了，哪还有时间跟我讲啊？好好，我边走边讲。这伤口是跟老虎搏命所致，怕是活不了了。小雨，爹爹，救救他好吗？他的生死自有因果定数，轮不到我们操心。他在这里遇到我们，不正是因果定数吗？这是我们天宇山龙族的宝物，小月牙玉。它可以给你暖身，还可以给你带来好运。说的没错，是我们找到了他，还是他找到了我们？因果定数什么的，我也说不清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你命不该绝。小雨，你所修的福缘又加深了。真的？回去吧。好，就将唐三藏西天取经。小雨，你命中的因果定数或许会比西天取经还要曲折呀。鱼去了，我要给小雨抓到又大又好吃的鱼。鱼在哪儿？看见了，动手！别跑！朋友，多谢你的牺牲，我们可以吃到饱，愿你早日往生极乐。哎，小白呀、啊，土地公公，你又在抓鱼送上山吗？天宇山龙宫有不少妖精家仆，不过像你这么勤快的却很少啊。龙人都喜欢吃鱼。土地公公，你要吃吗？不，我吃的是腐化的动物。万物有灵，我见过不少动物修缘得道，但像你这么快的却极少。上次见你还只会狼嚎，
啊，呜啊呜！现在呀、啊，已经能说几句完整的话了。看来天宇山的确是个很有灵气的地方，再多修几年，你应该会跟人一样聪明吧？我像人一样聪明就好了。你越聪明，欲望就越多。好怪的风，好怪的气味。这气息不应该出现在天宇山附近呢。天上面有东西，土地公公，那是什么？云上的黄金道路，这是天君。哎呦呦，小白，你没见过我。什么是天君啊？记住啊，你没见过我。土地公公。天君朝着龙宫的方向去了。我要快点。第十天的军队马上就到了。是吗？哼，迟早要来的。看来他早已知道那东西藏在天宇山。纸到底还是包不住火呀。可以交出它换取和平吗？那不是真正的和平。第十天是个可怕的人，如果让他拿到那个东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守护了这个秘密16年，不能功亏一篑，我们只能跟他死战到底。已经向地界龙王求援了，不过暂时没有回复。他们畏惧天君吧，世间最后的一点希望不能断送在我们手里。少，你有疑虑吗？没有，天宇山300楼中随时准备迎战。命运若要我们龙人负起这个重任，我们一力承担。让那些天众看到我们龙人的骄傲。云上铺开黄金大道，难道是传说中第十天的军队吗？没错，那就是曾将斗神阿修罗一族击败，第十天麾下最强的铁骑大军。他带着死亡与毁灭而来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背水一战。爹爹，我不明白，天众跟龙族已经百年来没打过仗了，为什么今天突然就……这个第十天早已跟从前不同，他统治下的众神个个骄横跋扈，不将其他众生放在眼里。就因为这种原因，他们就要侵犯天宇山，那么我也要出战，毕竟我也是你天宇山龙王的女儿。小雨，如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马上逃走。啊，为什么？请你原谅我这个父亲，有很多事情我没法跟你说，但是你必须逃走。如果不逃走，所有的龙人都会白白牺牲。小雨，留住性命就是你现在的使命，你要马上走。时机未到。现在走恐怕会走漏风声，等到开战之后才能趁乱行动。没错。小雨，白狼，龙王爷爷，大家都在这里，太好了。
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看到很多妖怪争相逃离天羽山地界。嗯，那些小妖一直在山上做客，看到天君来了，都吓得鸟兽散。白狼，你呢？我不会走的。白狼，我们势必要与第十天开战，你不是龙族，没必要留在这里。我怎能一走了之呢？你救过我。我那条大鱼是给我的吗？对，今天捉到的鱼有十斤重，送给你。谢谢，我收下你的礼物，就当你已经还了我的恩，你并不欠我。快走吧，遇到天君的话你会死的。死有什么好怕？蠢材，你本是一头野兽，难得修成一丁点道行，应该好好珍惜才对，只有傻瓜才会白白送死。罗爷爷，我可以帮忙的。老子堂堂龙王，用得着你这头小妖帮忙？笑死人了，马上给我滚。来了，来了。天羽龙王，本将奉第十天之命向你拿回一件东西。16年前天宫的奇经被偷走了，如今它就藏在你的龙宫之内，把它交出来可换你天羽山龙众的性命。三年神将，你说什么奇经啊？闻所未闻，你是借故来此闹事的吗？别以为龙众好欺负。我只问一次，交出来大家相安无事，不久我把整个天羽山铲平。怕了你了。交，我们交。三弟，把奇经拿给他，就是我们昨晚用来垫锅底的那本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见火力不够猛，把它当柴火给烧了。哎，你真是太不小心了。沈家，不是我们不交，东西已经不在了。龙王，这是错误的答案。天君听令，铲平天羽山。天羽山，杀不灭，杀不灭。清杂兵，龙人听令，把这些杂碎统统轰走。是是。我是第十天养的看门狗，只会白吃白喝，统统给老子滚蛋！喵！喵！喵！手机轮不到你们这些杂碎，燃烧吧，我的龙魂！不可怕，这股龙魂的威力连铠甲都能烧融。快把身上的火拍掉！胡头陀。龙人的抵抗很顽强，一开始
就令我们损兵折将。自古以来，龙就被人敬畏，他们只敢在远离我们的地方生活。但是我们不是唯一被人类敬畏的神明，天地之间还有天柱、阿修罗、夜叉、千达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猴罗伽，这些神明被合称为龙神八部。龙神八部之间经常相互开战，无休无止。为了领土，更为了荣誉和尊严。神明之外，天底下还有各种各样的妖物，或者称之为魔。人类之中也有十分强大的异类，比如说带领着一对妖物前往西天取经的唐三藏。龙人的抵抗很顽强，一开始就令我军损兵折将。他们并非弱者。神将，你会称赞的对手自然是了不起。不过，如果这个战况持续下去，天军损失过大，恐怕没法和第十天交战。无敌天军，不能让人小瞧，对吗？并没有用处，你值得为他赌上性命，放弃千年修为吗？哼，第十天的走狗，你不会明白的。不好！这个家伙又想问什么？ 我想知道更多以前的事。说具体点。那时候我为什么会倒在雪地上？你都忘了？修元之前的事我印象很模糊。你身上的伤痕看起来是虎爪造成的。虎爪？我是跟老虎打架受伤了。那边的蛇头峰粉末给我。是这个吗？不，旁边那个。我会不会再遇到那头老虎？忘了他吧。你修的智慧脱离畜生道，是天大的福气，就别再挂念前尘往事了。那么我可以变成人吗？三爷爷说，变成人就能成亲了。我要跟小雨成亲。龙王爷爷，你没事吧？啊，
小子，你别听我三弟乱说，你现在只是妖界的一个小屁孩而已，别想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，出去闯荡，不断磨砺自己，修炼成大妖才是你该做的事情。不，我要留下来跟小雨成亲。嗯，你这小子，三爷爷告诉我了，只要成亲了，就能永生永世守护那个人了。原来你是想守护小雨啊。那么你说说，你凭什么守护小雨？我有力状，剪牙。退下吧，龙王交给我就行了。哼，终于肯使出真本事了吧？龙王看得出来，你对自己的命运已经觉悟了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成全你。龙神斗气。天珠，神将，有这样的力量，为何？为何还要当第十天的走狗？我也有必须守护的东西，为了他，任何障碍，无论是神、龙，还是其他，都要在我面前粉碎。
接受你的命运吧！将你龙魂打碎，你将永不超生。天宇龙王，你有千年道行，坐下三百龙众，地位尊崇，何苦呢？连你也来了。奇经是地势天的东西，我被委派来调查，也是战战兢兢，生怕出错。龙王，就当你帮我，也帮你自己，把实情说出来吧。你们烦不烦？问了一次又一次，都说了不知道。嘴硬。龙王，实在是可惜，看来天宇山将不再有龙。可恶，居然把我大哥杀了，老子跟你们拼了。寿大人，对不起，我让小雨受伤了。是我的过失，差点就铸成大错了。现在不能恋战，只能逃。逃脱的仇，就让我来报吧！天宇山龙王之子，不要放过他。逃得还不够远。中了神将一箭，龙形居然没有溃散，这龙的实力不弱。神将要派人去追吗？不必了，追箭已令他全身筋骨断裂，勉强维持龙形逃跑只会加重伤势，他活不成了。
天宇山翻个底朝天，找出奇经。湘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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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白狼，安静。寿大人，湘云没有气息，他是不是死了？不，他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。本身并无血肉之躯的他，经受不起这种创伤。我不明白。小雨并非龙人，白狼，就让你见识一下小雨真正的模样吧。没结果吗？嗯，已经彻底搜查了，但是找不到奇经。龙人擅长使用法术，奇经可能被他们改头换面了。奇经会不会已经不在天宇山了？不可能。如果奇经不在这儿，龙王何必赌上自己的性命，甚至还有整座天宇山？16年了，这是最接近的一次。我不会让奇经从我手中溜走的。寿大人，这怎么会这样？这才是他原来的样子。小雨，龙人的身份、外貌都只是掩饰。帝释天追寻了16年的奇经，就是他了。奇经，26年前，一人。一龙，三头妖魔，受众神的委托，去西天极乐世界拿取奇经。他们相信，把奇经带回中土世界，就能为众生带来福音，结束一切痛苦。历经千辛万苦，他们完成了任务，最终把奇经交给了帝释天。奇经无字，本身就是一点烛火。传说有缘者才能从火光映照中看见真理。显然帝释天不是有缘者，幸亏有一位大神识破了帝释天的真理。他跟帝释天大战之后抢走了奇经，那位大神就是如来。重伤的他来到天宇山见龙王。龙王，请你守护他，绝不能让帝释天得到他。重伤的如来闭关归隐，奇经就一直留在天宇山。没多久，奇经修炼成人形，就是小雨。龙王把小雨当亲生女儿对待，用尽一切办法瞒了天宫16年，可是现在已经暴露，帝释天势必会穷追不舍。如果奇经落入他手，将会是众生的劫难，而小雨也会永远消失。我不要小雨消失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去西天极乐还境。西天极乐怎么去？去长安城找一个叫唐三藏的人，是他把小雨带回中土的，也只有他，只有他可以带你去西天极乐。寿大人，这本是我的责任，只可惜
我已经快不行了，白狼，现在只有靠你一个人去找唐三藏，去西天还经，办得到吗？我一定办到。果然在这里，将死之龙可逃不出我玉皇子的手心。白狼，现在只有靠你一个人去找唐三藏，去西天还经，办得到吗？我一定办到。果然在这里，将死之龙可逃不出我玉峰子的手心。奇经原来在你的手上。可恶，明明是条将死之龙，居然还这么难缠。白狼，快握着我的手，三叶神将那剑令我筋骨尽断，纵使我的龙魂再强，这副躯体也支撑不下去了。寿大人，你要撑住啊！但凭你是不可能战胜天门守将的，但我可以把自己的灵魂传到你身上。守大人，不要，会死的。我的龙可不是谁都能驾驭的。龙王一直相信你是大器之才，我却一向都不认同。白狼，就用你的实力证明我是错的吧。小大人，他好热，就像在我的身体里狂烧。这就是小大人的龙魂，真的能驾驭这股力量吗？那个龙人终于死了，只剩一头小妖，简单。那个东西，他让玉雷子受了重伤，用不了这法器，我就借来喝了。等我拿到了奇经，你是天奖赏我。又何止是几件法器？卑鄙小人！畜生，口出狂言！帝释天苦寻十六年的奇经就这么落到了我手上，把它拿回去交差，我的官位何止连升三级？看来老子这次走大运了。我准走，还给我！这头小妖，居然！岂有此理！简直是疯狗一条！野兽类的妖物负伤之后反而会更加凶猛，真是大意了！孽畜，要我一块肉的代价，就是用一条命来偿还。灵魂宝塔，逃不掉的，去！越猛了，防杀！小大人的龙魂没妖核，吸不出力量。吾血精髓，
会一点一滴地抽出塔外，直到全身干枯衰竭而死。终于逮到你了，区区一条小妖，还想跟老子斗？这灵魂宝塔最擅长对付你这样的妖怪，一旦被封住，就别妄想逃出来。这畜生挣扎得好猛。好强的龙魂，这是龙族才能施展的斗气，为什么这小畜生会咬？畜生，松口，松口，松口！惨了，脚被咬掉一大块，御风之术施展不出。难道说高傲的龙人真的会为了这种畜生献出毕生修行？这家伙除了自身的兽魂以外，又加上了龙人独有的力量，没办法了，仙术红莲娘。小畜生，我已经把所有消息都传回给天君了，我就算没法拿回奇经，也至少有通风报信的功劳，而你是逃不掉的，我要看着你死。你们是谁？阿修罗族？怎么会？我急着追捕龙人，就没注意到这里是阿修罗的地盘。龙王爷爷告诉过我，北方的土地不可擅闯，那里有天中的宿敌阿修罗。守大人不是随随便便逃来这里的，他想借阿修罗的力量救我一命。滚开！滚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朋友，知道幽暗沼泽是我阿修罗的地方吗？你怎敢带个天众来？我是为了躲过天兵的追杀，才逃到这里来的。我没有冒犯阿修罗的意思。躲避天兵的追杀，这是传说中的奇经，天众就为这个。没错，果然是这样，这点火光就能灼伤我，有意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白狼。走吧，继续向北，不要回头，只管跑，直到穿越幽暗沼泽为止。你敢听就要死，明白吗？谢谢。龙王爷爷，寿大人，我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的，我不会让小雨死。我要把他安全送到西天极乐，那个等他回去的地方。
我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的，我不会让小雨死，我要把她安全送到西天极乐，那个等她回去的地方。走吧，继续向北，不要回头，只管跑，直到穿越幽暗沼泽为止。你敢停，敢停要死就要死，你敢停就要死，停就要死，敢停就要死。跑了一整天，终于离开沼泽了。奇经狼妖，有意思。小雨，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看到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是天君干的，我偷偷看到了，真惨呐、啊！是因为奇经。哦，小白呀、啊，你就当没见过我。徒弟爷爷，我还有问题要问呢、寿大人要我去找一个叫唐三藏的人。唐三藏大法师。他接受封赏，隐居长安城了。从这里往东南走，10天就能到那里。在人类世界，没有他可不行。行啊，哎，羊肉串啊，这个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。哎呀，
来来来，试试看，才5文钱。文钱没有。去，没钱就滚蛋。滚。给你这个。这金子。都给你。走。不是，走。哦，好值啊。大叔，我要找唐三藏。你认识他吗？唐三藏啊。那是本城最大的酒楼。他就在那里。那边待着去，滚！乞丐，给你这个。客官您请，您请。唐三藏大法师，我要送奇经回西天极乐，请您带上我，再去一次西天极乐吧。奇经。奇经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叫小雨。龙王爷爷他们为了保护小雨全都死了。求求你带我去西天极乐吧。出去。求求你，是你把小雨带回来的。龙王爷爷说，不能让狄士天得到奇迹。你说的这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会没关系？是小雨，是你带回来的。以前的事我都忘了，现在我过得无忧无虑，不想再惹麻烦。你。我有多远，滚多远！你不肯帮忙，难道让监狱山的龙族白死吗？师父有一颗悲悯之心，为了普度众生，不惜付出任何，是很了不起的人。求求你带我去西天极乐吧。给我出去。以前的事我都忘了，现在我无忧无虑，不想再惹麻烦。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。你不肯帮忙，难道让监狱山的龙族白死吗？师父有一颗悲悯之心，为了普度众生，不惜付出任何，是很了不起的人。刚正在寻找一头狼妖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大法师，他是谁？紫贤金刚，他是帝释天座下8大金刚之一。这不是唐三藏大法师吗？怎么？
你是来凑热闹的？本金刚奉劝你一句，少管闲事。我要的是狼妖身上带着的奇经。动手，把奇经给我抢回来。是。小子，把奇经交出来。快点，快点拿出来，快拿出来，听到没有？好快！要的，快把奇经交出来，否则饶不了你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你们就别想得到奇经。大法师，救我！唐三藏大法师，这些年大法师过得怎么样啊？很好。当年你完成取经任务后，不但获封为旃檀功德佛，还得到了一座金山的赏赐。可是羡煞了旁人呐！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法师一句：聪明人要安分守己，安安心心在你的酒楼里享福就好。别多管闲事。多谢大神的教导，我知道了。大法师，不要走！大法师，救小雨！大法师，停！错呀！试试这个怎么样？一个小小的狼妖，竟然要由本金刚出手。灭了你，转轮印！竟然是龙魂，
难怪天门守将会栽在你手上。不过，金刚可会放在眼里。中了我的转轮印，竟然还有力气叫！让叫，让你叫！让你叫！老板，回你们的房间去，这里没你们的事了。等下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出来。是是。可恶！救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师父，悟空，救我！唐三藏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，回去吧。但是。没事的，这里交给我处理。你是带回奇经的大功臣，第十天不会忘记你的功劳。现在回去好好休息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要让我再记起这些事？为什么？你就是唐三藏。我听爹爹讲过你的故事，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原来也是故事里的人。为什么要让我再记起这些事？为什么？你就是唐三藏。我听爹爹讲过你的故事，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原来也是故事里的人。我叫小雨，虽是初次见面，但我们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了。你是奇经？当年我带回来的奇经？没错，我没有修缘之前的记忆，一直都以为自己是龙人，直到天君袭击了龙宫，我才变回本来的面目。不该把你带回中土。不，我要谢谢你带我来中土。在这里，我认识了爹爹、兽哥哥和白狼。这16年，我很快乐。但我毕竟不属于这里，我必须回去。大法师，请你帮帮我。我帮不了你，我就是个自私的懦夫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大法师是一个好人，这一次不为天下苍生，只为你自己。只为我自己。
奇经不放，那本金刚就大发慈悲，让你上路吧。切，真麻烦。以前，我希望能到西天取经，借此化解世间仇怨。后来我经历万难，终于成功了。可是，换来的只有迷惘。高高在上的天不容置疑，我曾经坚信着的一切真的是正确的吗？为什么我的内心如此郁结和难受？去吧，别担心，一切都会很好的。不是我害怕去质疑，我彻底的屈服于权威之下，不敢反抗，将辛苦取来的奇经交给了观音大神，将曾经出生入死的徒弟们留在了天宫。我从那时候起已经死了。人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情，如果时光逆转，我一定选择跟他们一起死。可惜人生没有如果，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个机会，一个不容错失的选择机会。喂喂喂，唐三藏大法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了，你这是要争功啊？怎么，你嫌众神给的赏赐不够多？小心贪多噎死你！噎不噎死，轮不到你操心。小鬼和奇经，我都要了。你想翻脸不成？紫仙金刚，我下面要说的话，你最好一字不差的记住，转告给杀心观音。我唐三藏不是你们天众的玩具，当年取经之事根本就是你们的圈套，我一直想找出化解世间仇怨的方法，你们利用我的用心取得了奇经，之后又将我的信念彻底粉碎。我浑浑噩噩睡了16年，是小鬼的一句话惊醒了我。我睡够了。呀呀呀，我没听错吧，唐三藏，你想造反呢？那又怎样？笑死我了。唐三藏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当年要不是几个大妖帮你，你能成功取来奇经？哼。可以这样说，就凭你也想跟天众作对？省省吧，滚一边去，别挡着老子办正事。你这该死的唐三藏，连老子都敢打！又怎样？你不过是天宫一个二流货色，以前我忍你是懒得找麻烦，你当我怕你啊？想知道我的本事，就睁大眼睛看清楚。垃圾大神，你以为我唐三藏是好惹的吗？知不知道我当年赤手空拳打死了多少妖怪？
没听说吗？岂有此理！唐三藏，我要你死！活动了，手都松了、要是十几年前，你娘都认不出你。八大金刚我也认识几个，闲来无事还一起喝过茶。跟其他人比，除了后台硬，你算是最弱的。你还有什么？好大的口气！我奉劝你最好放了小鬼，我请你进去喝杯茶，大家都没事发生，也不会有其他天众知道你有这一趟失败的经历。如果你死缠烂打，我会亲手打到你残废，别说得到奇经，连名声也别想保住。唐三藏，你以为我是谁？竟敢如此侮辱我、还想保住小鬼？做梦！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要这个酒楼给你一起陪葬。是，让我拭目以待。强，传闻不是说你是个软弱的和尚吗？哼，传闻这种东西你也信？我紫仙金刚不是一个小角色，今日败在一个凡人手上，让我颜面何存？况且以帝释天对奇经的重视程度，要是拿不到奇经，回去后一定逃不过天宫刑罚的惩罚。唐三藏，我只能跟你死战到底。哦，原来是害怕受罚。天宫刑罚有多可怕，不是你能理解的。三藏，除了死战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要尽全力了吗？本来只想打发你走，现在你要死，难道我会拦着你？本金刚将以最强一式，决一死战！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急转轮印，转！
法师。小雨，要问真错，为了小雨。召唤兽大人的力量，好累。可恶！你竟敢骗我！你之前都是装的，故意输给本金刚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总之，你打大法师。西天还境，不会冒犯到你。为什么要伤害我？妖初，你懂个屁！奇经的伟大，岂是你能明白的？我不需要明白。知道，小雨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尽一切力量保护她。你打她主意，我就打你。把奇经交给我，该死的，死都不会交给你。小鬼，找找死！小鬼，逃不掉的。就算我失败了，还有他们不会放过你的，在地府等着你。他们是谁？怎么办？要救火！小鬼，你别
要命了，叫什么火？快走！你想变烤狼吗，白痴？挣脱了因果，在